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叫走掉。注意，你今天又是来蹭饭的？不是，今天带你去蹭饭，你敢不敢？有啥不敢的？走，走吧。注意，你看那边那个爷爷在干嘛？你过去问一下他，能不能在我家吃顿饭？啊，过去问一下吧。有点不好意思。没事，你去嘛。问一下，不要害怕哈。爷爷，你这在干嘛呢？我在生火炸爆米花。小姑娘，你没吃过吗？嗯，小时候见过，好久没有见了。啊，等一会儿下我整个火去你们炸啊。啊，可以可以啊。好啊，谢谢爷爷。麻烦了啊，谢谢。好好，爷爷干了好多年了吧？干了大半辈子了。哎呀，那挺辛苦的。啊，不客气。你们炸，你多多吃啊。啊，好好。想不想吃？想。想吃啊？啊，等一会儿吧。别放啥了，别放啥了。忙着滚。嗯。现在开始光玉米了。这一锅能赚多少钱啊？一锅赚不上钱，现在碳才贵。这又是碳，又是电。啊，碳才贵。嗯。一锅赚个几块钱？赚不了几块钱。赚不了，几块钱都赚不了。赚不了，赚不了。一锅子只赚几毛钱钟，就是辛苦，挣不上钱。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，一群小伙伴就是蹲在这个后面，然后放炮之后就特别香，然后一群人就在后面就吃，是吧？爷爷啊，最近生意咋样？生意不太好。不好？不好。你应该去街上啊。街上也不行，街上现在管也不让干。嗯，是不是现在吃这个的就是少了？吃这的也不少，吃的也不少，就经常没有地方出，没有地方出摊啊，不给地方摆，不给我们出摊的机会是吧？不叫我们摆，嗯，没办法，小成本，然后你搞也搞不了店，啊、开不了店之类的啊，干不成生意，你不让干。是啊，就像在新竹北一样。你今年房源多大？今年。你快八十了，七十多了。咱那个也没有，你没有，你咋吗？你看我跟你说，我这随身都带着，随身带着药。哎，那不能行了，都得吃着药。你看辛苦不辛苦？辛苦，真的。拜了拜了，关了吧，啊，关了。哇！我都没见过，哇，真香！太香了，也怪多的，挺多的。哭吧，一股料。不会哭啊，这半碗都看着万发黄，一个白亮亮的感觉。香，要不要尝一个？拿两个尝。尝尝尝尝，可以吗？你小指了，你抓着就抓着，多抓着，没事，我尝两个可以。尝尝好不好？好吃不好吃？嗯，可以。你抓着，没事没事，不行，俺们也吃，先抓着，你们等会儿炸一锅嘞。不用炸的，没毛。等会儿炸，等会儿炸啊，没事没事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啊。吃完就吃了，给你们。好吃不好吃，叔爷？好吃啊！还是以前的味道，还是以前的味道。啊，多少钱一锅呀？不要钱，你肯定得要，得要得要。不能不给啊！啊，辛苦。辛苦，我肯定得要钱。秃爷，啊，你看今天爷爷太忙了，那么多人，估计要忙得很晚。然后我们改天拿点东西去看他，好不好？去他家蹭饭。嗯，好。嗯。等一下和爷爷说一下，我们就走了，好吧？那照片送给爷爷吧。好，谢谢。好看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有没有人给你拍过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拍的很好看。你是贴你收下吧，爷爷。哦，你收下。不要钱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大灯啊！哎，不要。心意，这是我的。一下子变老，爱怎么能